This is not a test. This is rock and roll. This is not a test. This is rock and roll.喂喂，听到没？早上看见小动物，看见小动物，没有小动物啊！我有事儿啊，我有事儿。今天什么事儿？跟大家说一下，开个录制。开个录制，怎么回事呢？昨天
我直播的时候，我看了一下我的私信，我的 QQ 信，我想起来，我去年的时候，我也托了一位 B 站大佬帮我，他当时有个付费视频，要我线下给打，当时50块钱我就给了，我从学校社团那里我就借了那个50块钱，然后给了过去。就是我不是翻译那个巴西尔传嘛，我希望大佬能够做一篇，但是非常不巧的是，就一直拖到现在，但是大佬一个星期前他才跟我说那个不好做，然后我就说，然后我今天才看到，于是我跟他说。干脆我做写这个文案，然后做那个视频，做好之后我让他请他配个音啊，到时候我看我24号过生日，看那个视频能不能当做我生日礼物啊，送给我自己。哎，刚刚有人不是说来吗？我操，怎么没人来呀？来个人，来个人，来8家10家，来个人。哇，他们现在都忙着打字聊天，咋没人理我？好，那么我们现在开始做啊，这个视频大概就3、5分钟，我不可能麻烦别人大佬配个10几分钟的视频。目前来看的话，这个视频的主要内容呢，视频内容主要就是那个讲巴西尔他比较有意思的地方。那么我们目前的话，我目前现有资料是一个是巴西尔传，一个是专门一个分析巴西尔他这一生的一个内容视频。所以说我们今天的话，就我们现在临时去赶制一篇这个3分钟左右的视频，因为我就用 B 站自己的那个，虽然是个垃圾，虽然 B 站那个玩意是个垃圾，但是呢，我们想凑一凑，写一写，还能写出点东西来的。3分钟视频，第一段视频是要讲一下巴西尔一世的那个，他的生命履历。第一个就是他的那个，他的生卒年的问题，就是他那个现在很多资料一般会说是把他的这个年份写作8111年，但是实际上的话，喂，来了吗？哦，老哥，你来了。晚上好，晚上好。你那边几点？你那边我现在这边是凌晨0:03。不睡觉吗？我去兄弟。我前面是下午睡了一会儿，我其实现在暂时没到睡觉的点。行我等行一会儿估计可能下，行，我我可能们今天就不下想聊会，你开给我始。出下主意吧。你刚听到我讲的没？我听到最后半句。我现在要做一个3分钟、5分钟视频，讲东罗马皇帝巴西尔一生一切有趣的故事。这就是今天上播的原因。我现在临时立刻赶工开始做。巴西尔是吧？巴西尔20是吧？巴西尔一世，不做二世。我翻译了巴西尔哦，一一世那是个一巴世。西尔传，我翻译了嘛。然后目前的哦。话，就是第一个问题就是我想讲第一世他生卒年，因为现在很多资料都会说他生于811年，但这个年份是有很大问题，他跟后面的锦鲤对不上。啊，简单来说就是，如果你认为811年是他出生的话，你就会看到20多岁的儿童啊，一个20多岁的儿童，一个40多岁的少年啊，以及一个对吧？然后这个60岁老头还能连生5个孩子，并且把一个30年轻人给打死了啊。我操，这什么赫拉克勒斯转世啊？对，这个是不对的，因为所以说目前的话，比较应该可靠的年龄是831年，就是小20岁。你看一个算是一个几岁的儿童，20几岁的青年，还有40多岁30、40岁乱棍打死另外一个二十三十岁的，你看这就合理多了，这确实合理多了，对，合对。理多了。所以我目前的那话，这但个是卒对，但年没是问问题题。在于就是这个离谱的地方就在于这个811年这个怎么得出来的呢？啊，原因就是啊，原因很简单，就是他那个传记中的一个记载。简单来说，巴西尔一世的孙子君坦丁七世写东西脑子发昏，我操！他写给他爷爷写传记的时候，很多时候没注意到细节，导致一些东西写错了。简单来说就是那个，你知道尼基弗鲁斯一世吗？就那个东罗马皇帝尼基弗鲁斯一世。我可能得我得对一简下单来他说，为简什单来么说会就是出他被保加利亚大汗给砍脑袋，脑袋被做成酒杯哦，这了。么，哦，你说那帮人我就知道了。被做酒杯了。然后那一年发生在814年，然后这个君坦丁七世写的这个巴西尔传就记载说，他爷爷就是在这个时候被抓走的，因为那个是发生在814年嘛，所以倒推过来他出生年是811年。这是一个德国的历史家在17世纪做个推敲，然后整整200年就没有人做过怀疑，直到200年后在19世纪的时候才发现不对劲呢，你这个年龄跟他的世纪实际上是对不上去的。所以，然后大家也就各种猜，但是也没有一个具体准数。就是我看那本书认为，最后还是应该是831年为准，那就比较合理。就是从逐年倒推回去嘛，就是他最对，不后是，我是确实是这四样。十。然后就是为什么就是我们能够有得到他世界的准确年份是什么时候呢？是他回来的时候，就是他被抓到了保加利亚，然后被放回来。因为那次放回来是
保加利亚跟罗马东罗马签了一个协议，然后明确规定就是要把人放回来然后这个时候就是发生了这个一，那我直接脱贫吧，我看一下啊，脱贫步骤好，对，那你看哦，我这哎，啊这个首先这个我事这迹边啊，这这个边。事迹啊破征，先是这个啊要这个先是这个来先吹下自己的祖先啊，你看他一路都追溯到了安息王朝啊，一下倒退回几百年前。啊，然后他放了一堆，放了一放，说完之后才发现，哦，原来这个是他爷爷母系的祖先啊，然后到后来才到他父系，然后他被抓走，然后你看呢，然后开头就难崩，我操啊，开局就是这个啊，天生就头戴鲜红色发带啊，襁褓的周围还现有这个紫色的花纹我这个不就是什么生儿，就是生有异象生来就有这个祥瑞，我跟你说这篇传记从头到尾全是各种祥瑞啊，然后这个呢，然后这个呢，这里是有个细节，你看这里，你看那这你看他的亲戚都死了，他们家还活着，他实际上他的爹很有可能，那这是克罗姆斯啊，然后哦。开头就是陵寝啊，这个我们这个巴西尔他对吧，他这个跪倒在了这个统治者腿上大腿上。然后吃给别人给他的陵寝啊，对吧？然后就得到了这个统治者的喜爱，我操，这段话写真是啊，然后就回去了啊，然后又来啊，下段紧接着又是一段祥瑞啊，老鹰啊，这个老鹰三雌，这个老鹰三顾这个茅草啊，老鹰三顾麦草啊，给亲自给他这个给这个巴西尔遮阳啊，然后最他妈绝的在这里，你看那。他居然还觉得啊，如果我过多的探讨这个，可能会被视为一种谄媚啊。他刚刚放了一堆屁，然后他现在觉得这样自己说太谄媚了，然后就不说了我想扶额头，我靠！啊。然后没完，那实际上他上面刚说完，下面就往下面又是段尬吹啊，又是段尬吹，说他这个从小就接受好的教育啊，品德优秀啊，我操！你看恭敬长辈，服从父母，你看这个三这个礼义忠孝啊，然后就爹没了啊，爹没了啊，爹没了之后，他就要去啊，今年打工啊，今年要进城打工啊，然后第八段又是祥瑞，他妈就梦见了一个这个梦见了这个葡萄树啊，这个基鲁斯就居鲁士嘛啊，他突然一下子就这个突然一下子就这个突然一下这个你看这个天使也来了，圣徒就来了啊，圣徒托梦了啊。还口吐火焰啊！他说这个啊，神这比天使暴起还已离经谱，我许操！诺了啊，你儿子你就是神耶和华已经亲近了啊，你这个你的儿子要成为这个罗马皇帝啊！好，然后就是然后他就去了啊，然后你别看开头这么漂亮啊，开头难崩，第一件事睡板凳啊，睡街边板凳啊，开头就睡在街边板凳上了啊。啊，刚吹得天花乱坠，结果开头还是要睡板凳啊，在那个大街上一躺啊，经典什么经典什么北漂，我操啊，睡大街啊，然后睡大街啊，又来了，这个是刚刚那个圣人又来了啊，那要求这个修道院长出来把他接进去啊，又来了三次啊，又来三次，你看又来三次啊，然后就亲切来了，然后啊这个他在这里就遇到了贵人，他的第一个主子，这个叫塞尔菲利奇奥斯，然后这个信就你看，这个是他的，这个应该是有问题的。他昵称为塞尔菲利奇奥斯，他这应该他的，这应该我搞错了，应该反过来啊。这个他的名字应该是塞尔菲利就奇奥名字是斯，塞尔菲利奇他奥斯，然后他叫他的名昵叫称是这个。名叫，那这个名字什么意思呢？你看这个词什么意思呢？这个叫爱少年者啊，我们也可以把它啊，这个叫爱少年者啊，这是文雅的翻译。那不文雅的翻译，那你猜？神父。不是，这是个贵族啊，我知道，我啊，知道。然后这个人就喜欢收集帅气的小男孩啊，你看他喜欢收集帅气的青年，这不是小男孩，这是青年，这都25岁了，但是问题在于就是这个少年这个词其实也可以翻成青年，反正就是青年吧，也可以翻成但是更偏向少年的意思，可以看出我们这位就是这个时候他大概已经25岁了啊，他还能被称为少年，看他长得很年轻啊，这样他真的很靠脸的，他真的靠脸，那之后他还会靠脸的，他名叫，昵称为，由于他进这一教堂，这个教堂，这个教堂，啊好啊，
然后啊，又来了啊，这个梦又来了，这个托梦，这个祥瑞又来了，这妈祥瑞三段就出现一次，又是祥瑞怎么啊。就每当好像他觉得没怎么没办法写的时候，就来一个祥瑞，然后让祥瑞把这个东西推下去。啊，对，又来了，又是说你儿子呀，生来就是要做皇帝的啊，你看看这面相啊，你看这面相，他是哎，适合做生来，皇帝的料吗？那太合适了，我操，这生来就太是合做皇适帝的了。料啊，然后经典啊，下一段是遇到富婆啊，遇到了富婆。然后他主子他去处理事务嘛，他跟着出差呀，出差啊，出来之后啊，先来一个那个谁呀、啊，先来一部装逼啊，这个有一位这个隐士在这里啊，桀骜不驯的隐士啊，对，没有对任何人啊、行礼，但是一看到我们的主角啊，他立刻就行礼啊，立刻就行大礼啊，恭恭敬敬行大礼，你看啊，对吧？然后我们就遇到了这个富婆，还遇到了富婆啊。这个达尼伊利斯其实也可以翻译成丹尼利斯这个名字，但是希腊语话应该是这个。我一开始是翻成丹尼利斯的啊，富其实翻婆成那个也可以，啊，对，反正叫富婆嘛。然后不用说了，又是什么天，又是天降祥瑞啊！这个神父劝说啊，这是这位面相是当皇帝的面相啊。然后这个就得到了富婆的资助啊，富婆慷慨解囊啊。然后他又回去了，然后下一段就是啊这个啊开始装逼打脸了啊，你看这个参加宴会啊，对吧？高朋满座，有一个桀骜不驯的保加利亚人啊，这摔跤手啊摔跤手，然后我们的主角大吼一声扑了上去啊，大吼一声扑了上去，把这个大力200多斤的保加利亚大力士给击败了啊，然后就声名大噪，然后第三段又是装所以逼。到这里，他机械降神了几次呢？我不知道了，我已经不想数了。他好像每段，他不是每一段在这好像都要个，来一他下。不是在这个祥瑞，就是在这个什么什么，对吧？天生神力啊！啊，你天生神力，然后装逼嘛，反正这装逼跟祥瑞之中来回切换，我操，这玩意还是正儿八经历史书，你妈的！啊，然后第三又是装逼啊，又是他碰到这个皇帝米哈伊尔3世啊，然后又是这个啊，别人制服不了的马，他能够制服，对吧？你看。然后就又升职了，然后又开始了这个经典反派啊，皇帝的舅舅就说这个啊，这个人要对我们不利啊，这个人要篡位啊，然后又是一波蹭逼，太后啊，太后见了他就被吓昏了啊，哦对，这段记载就明确记载他是少年，那个这段没有，在另外一本历史书里面有，在那个文房尚书西米翁的那个记载里面记载过，就提到他当时是个少年。啊，那太后看他就晕了啊，被他这个王霸之气所震慑啊，错。王看见是王霸之气所震慑，然后就是这个上位时啊，简单来说就是啊，你看经典啊，开局就是经典宠幸宦官啊，经典就是啊宠幸宦官啊，然后宠幸完宦官之后呢，对吧？就是这个就是陷害宦官，这宦官就下去了，我要宦官滚了，宦官然滚后了，后面说那他滚就了怎么办没呢？滚了怎么办呢？啊，滚了怎么办呢？那就让巴西尔上呗，反正他是侍从。然后现在就开始岁月史书了啊！你看这一段话啊，瓦西里奥斯引起了英格罗斯之女，因为身材美貌几乎超越了其他贵族女士世家贵妇，而她高尚的血统和谨慎的作风成为了当时备受瞩目的话题。啊，你有没有感觉很怪这里？不是，这怎么好像就突然窜出来了？我告诉你，这其实这个女的叫埃弗多基亚·英格林娜，她其实是皇帝的情人啊。然后最绝的是，她这个时候其实可能已经怀孕了，啊，对，这个她后来就很快就生下了那个后来的那个利奥6世啊，然后这里就是第一个我想做的一点，就是她其实本来她是这里的巴西亚其实是有妻子叫玛利亚，然后皇帝让她离婚了，然后皇帝让她娶自己的情人啊，然后她后面可能觉得这样不太对得起巴西亚，所以她把自己的姐姐也送给了巴西亚。他的姐姐是曾经当过女帝的塞克拉啊，他把自己的姐姐也送给了巴西亚啊，就我现在还能这两个这人开样？始互相 NTR 啊，完了，这槽点太多，我一下都不知道该怎么说了。然后下面啊又是这个啊开始苦地塔啊苦地塔啊苦地塔啊，你看这些同党啊都是废物啊，都是我们的主角啊，这个他大吼一声，他扑向了凯撒啊。啊，他有经跟这典帮啊，虫经子典在一起，怎么被搞得好正罗直马呢？经典项目啊，大吼一声扑向大吼大吼一声扑向凯撒啊！这你看这他妈这他妈这是什么重演历史剧对吧？大吼一声扑向凯撒啊！不，
这里面都已经两次了。啊，然后更绝就来了，然后皇帝收养他，皇帝把起码大自己少说大自己5岁，多说大自己20岁的巴西尔收为自己的养子啊，这真是各论各的，我操！然后造反啊，那他遭到小人的陷害啊，小人要谋害我们的巴西尔，但是这里呢，到终于我们终于出现了一个准确的时间年份。第十四个兆赫之年的526年，终于出现了一个时间年份了。然后下面就是小人骑士嘛，当然小人肯定是会被打败的了，对吧？然后东罗经典套餐啊，割鼻子割眼睛啊，脑瘤放啊，割鼻子割眼睛啊，还剁了一只手啊。然后他后面还很缺德的把这帮人请了回来我还请回来，啊，后面还请了他们请了回来，然后进来这家。可能写太写可能写的太多，这个大吼一声，他决定这时候再来点祥瑞啊！他突然回忆起了300年前啊，这个他的祖先预知到啊，自己的一位啊，早在350年前，他预知到自己会有一位后裔啊，将登上罗马皇位啊，对吧？我这是然后，补丁，对，开始回忆那杀加补丁。啊，然后经典啊，这段我们又来了啊。这段这个又是皇帝在瞎搞，皇帝的这些那叫皇帝的佞臣在瞎搞。啊，这玩意这让我想起那个，你看了没？就那个太祖王建，就那个拍那个朝鲜后三国时代的，你不知道吗？最近 B 上有人转。哦，我不知道，我啊，这个我不反知正道。又是苦爹塔那一套了，对吧？哦，经典的这个君王身边都是小人啊，我迫不得已啊，发动这个苦爹塔啊，我就成新老大了。我现在脑子里第一个想起来是西比西比哭爹他。啊，差不多，反正是一回事儿的啊。然后经典啊，接下来又是再说啊，反正不行啊，反正就是这个皇帝在瞎搞，怒斥皇帝在瞎搞啊。给我们跳过啊。然后哎，反正嘛，这段全都是废话，全都是废话。那皇帝要扶持新人了啊，扶掉皇帝自己的新欢来替代我们的主角啊？怎么我们的主角怎么能这样呢？对吧？这皇帝还喝酒乱杀人啊，怎么能这样呢？啊，是时候发动这个苦爹塔了啊，是时候发动新的苦爹塔了。然后就苦爹塔了嘛，皇帝就死了啊，非常快，皇帝就死了啊，然后我们的主角有登基毫无了，波折，天呐。然后接下来就是开始统治了，对吧？先是这个所以当时整，翻译这个东西的时候，你有没有什么时候感觉到过一丝痛苦？我没有感到，我纯粹感觉非常欢乐，我操，好吧。对吧？你看哪些人在对哪些人在那阴阳怪气，我拿出这个，你看，这是你们最喜欢的罗马人啊。然后就啊，今年真的内政啊，然后啊是现在对吧？已经内政高了，那该图图了啊，开始图图了啊，该图图了啊，该图图了啊，那你看啊，我们杀啊，BGM 可直以接放个先看猫杀，头你鹰。看上来就杀啊，烧，抢，东罗马疑似有点太城市化了。这是东吴啊，杀，抢啊，就造反的啊，就造反的这个。这帮人造反的那个异端，造反的异端啊，杀啊，那不用说杀啊，然后这个异教啊，魔尼教杀啊，异族杀啊，然后杀了之后，这帮被他杀的人还很钦佩他啊，因为他写的玩意儿啊，又继续杀抢啊，然后我们皇帝这个能文能武啊，身体十分强壮，他一个人就能扛起3个人举的东西啊，又杀的血流成河啊，物理意义上的。然后我们还能看到恐虐行为啊，站到战争机器，我操，更恐虐了啊！杀，一路杀回去啊！然后就决战啊，这个决战就不说了啊！然后经典叛贼啊，逆贼被自己的人背刺啊，就不说了啊！然后开始把头拿别人的头练射箭啊，拿别人的头练习弓箭啊！你看天呐！无限卢梭，你看这里只用一个头，没事，马上我们就看到堆，马上我们就看到铸金官了啊！但是内政，这恐虐神选吗？啊，他又有人造反了，你看他们又有人造反了，然后绳之以法啊，绳之以法，任何邪恶终将绳之以法啊！然后皇帝大发仁慈，减轻了刑罚啊，减轻了什么惩罚呢？啊，就是把死刑改成挖眼睛啊，把死刑改成了挖眼睛，这就是皇帝的仁慈啊！然后继续杀。啊，继续杀！恢复了平静的状态，啊，天对，呐！恢复了平静的状态，对，使这些狂躁的人啊，恢复了平静的状态。接着杀，啊，又杀，然后又杀，你看没有？
啥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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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受这些阿谀奉承词。他刚刚写了一堆拍马屁，然后这时候他又开始说这个，他突然不知道是不是感觉自己写太嗨了，就开始就觉得自己不能这样写啊。然后但是他很快没写，他后面又开始杀了啊，又开始什么洗劫一空啊，无情猛攻啊之类的。然后这时候吃了瘪啊，这里是在吹这个作者自己啊，他吹这个啊，是我把这个城最后拿下来了啊，所以我多么厉害，我爷爷没干成的事我干成了，哎，我干成了，哎，对啊，河马那霍梅罗斯就是河马。反正又杀嘛，反正继续杀嘛，对吧？然后那经典啊，经典曲嘛，经典项目第一把库尔德人给全砍了啊啊！怎么是定番啊？我靠！啊，先砍库尔德人头，没事，等下还会砍犹太人的头呢，嗯啊，然后就是啊，经典啊，接下来是恐虐环节啊，经典，对面方垃圾话啊，我方暴种啊，暴种之后怎么样呢？啊，你看啊啊，先埋葬了自己的尸体，接着把敌人的尸首集中在一个地方。用来一个可以供后人纪念的巨大土堆啊，直接开始筑金棺，哎，你看上面只是对吧，直接开始筑金棺了，啊，太文明了，罗马太文明了，啊，以后谁再说苏军让残忍，我就拿这个，你看罗马人都这样干，对吧？这一点都不野蛮。苏军那个还可以说，他们大那个被德国人打的大脑升级了，你还可以说，嗯，然后经典啊，经典飘了嘛，后人飘了嘛，然后败了之后，他立马切话题，立马切走啊。一旦发现失败立马切走啊，然后接着开始肉麻一段啊，开始这个非常肉麻啊啊，这个迦太基人又来了，迦太基人又来了啊啊，卡尔基顿，这个卡尔基顿就是迦太基啊，天哪，迦太基人又来了啊，就是来自阿非利加的迦太基人呢，就是那个博布尔人之类的啊，又来了啊，是啊，这个时隔多少年，我想想啊，这个1000多年后啊，迦太基人又回来了啊，又开始入侵意大利了啊，然后就开始这个啊，这个开始这个经典这个四夷来化啊，这个这些部落啊都哭着要求这个他们的父亲啊，他们的皇帝啊做他们的父亲啊啊，这个你看啊，他们恰如其分提醒罗马人所遭受的奴隶功夫，强调他们过去对罗马人巨大贡献，并请求屈服于，就是我希望再做你的儿子啊。开始经典这个，那你看这个啊，就如同慈父对待儿子般，他的孩子曾愚蠢地挣脱了父亲的缰绳，但随后便悔过归家。你看没，这就是鞭子啊！你看这鞭子抽的够多，就这个样子的啊啊！狂虐慈父，啊，巴西尔一世啊，对吧？这个啊，经典开始杀啊，继续杀啊，然后这个时候。摇来了这个法国人法兰克人和这个罗马城的教宗啊，感觉搞错了啊，然后就是开始临时讲了一下这个迦太基人的故事啊，这个阿非加的埃米尔啊，然后通过这个挑拨离间啊，力挑外绝跑出来了啊啊，然后来了经典啊，就是我第1451喜欢的啊，这个起源军的城卫被抓了啊，然后就这个。啊，对吧？就说啊，你只要按照我的意思喊话，我保你荣华富贵。然后经典啊，正在城外人对城里说，我宁死不屈啊，我宁死不屈。这他妈又是经典款经典项目啊。然后就就义了啊啊，继续杀吧，那继续打嘛，是慢慢的 啊。固定剧情啊，固定剧情。我已经品鉴过太多了，我操，每一次都要品鉴一次。啊，然后来金甲又来恐虐啊，洗礼啊，怎么洗礼呢？啊，把头皮给扒下来啊，这个就是洗礼啊啊，把这个俘虏的皮扒下来就是洗礼啊，这不啊，对对对，然后还有一种洗礼是什么？把人这个用起重机丢进这个沥青里面啊，这个也是洗礼啊，这个啊 ，Deep Dark Fantasy。哦，哎，这个好像在那个阿尔及利亚独立战争的时候，法国人是不是对阿尔及利亚人干过类似什么两脚虾叫什么？把人脚给灌到水泥里面，然后再把直升机上丢下去。好，够恐惧，我喜欢，我操。然后经典啊，经典又开始打啊，然后又开始这个游击啊，把这个又开始绞人了，我操啊。然后就是这个失败了，这个人啊，经典有军有难，那不动如山，把自己人坑死了，我操啊。然后这个人想跑啊，任何邪恶啊，对吧，终将绳之以法啊，那不用想，那又经典恐怖嘛，杀了嘛，对吧？居然敢逃跑，我操！大逆不道，杀啊！你看又丢了眼啊，经典老分嘛，对吧？刺眼剁手啊，剁手啊，挖眼啊，
这是第几次了？等一我下，不知道，我已经数完我三是次了吧，反正每次碰到三盗版四就是次，这个套路啊，我已经不想说了我怀疑您都能背下来了。然后我们到了叙拉古的沦陷啊，叙拉古沦陷啊，叙拉古沦陷了，就罗马这个罗马人什么时候拿下叙拉古的？忘了，就1000多年后，罗马人找1000年后，这个地方丢了，这个地方丢了，永远失去了。怎么又是叙拉古？叙拉古永远都从罗马人手中失去了啊。然后又来了啊，又来了啊，又来了啊，又来了，没受继续惩罚啊，估计又很惨的，估计是免了死罪，然后又剁手了，但这也没说啊，哎，反正估计又剁手了。他是一位温和且自我控制的君主，行了。然后他终于把外战讲完了，终于又回到内政来了，开始他谈宗教，大谈宗教啊。好，那接下来就是报恩的时候来了啊，该报恩了啊。然后就召来了这个之前那个富婆啊，富婆啊，富婆也很客气啊，富婆你看这送礼物送了一堆啊啊，然后就是这个故事结束了，然后这个女士啊还能活到下一个皇帝啊，然后又报了一波金币啊，去了之后又给新皇帝报了一波金币啊。对吧？你看那伦格瓦尔迪亚就伦巴迪亚嘛，对吧？伦巴第嘛。保底。然后接下来就开始啊，这个我们的帝王开始啊，疯狂修建筑啊。其实那个叙拉古之所以沦陷一个原因，就是他就是这帮人疯狂从意大利那边要用大理石过来修建筑，然后当地苦不堪言啊，经典生辰纲啊，经典拿那个运船的东西运不是那个北宋不是拿那个漕运拿去运那个大理那个什么。瓷器嘛，还是什么金刚石、大理石，不是什么石，就那个宋徽宗要修园子啊，这里也是修园子啊，也是修园子啊，然后下面呢全都是他各种造教堂啊，疯狂造啊，造了一座又一造啊，修修修造造造造啊，就是让他疯狂造啊，然后就这个写这玩意非常自豪，然后对吧，然后这我就不说，这全都是没有任何营养的东西啊，对我来讲可能是会有点用，你因看为吧，我估你看计，吧。我估计后面还会去研究这事儿。那你看吧，那你看吧，你看，你看，这是个，这是那个，你看这个弓箭呢，你看吧，你细看吧。他这修辞讲的好那啥，我已经尽可能翻译成人话了。我能看出来你非常努力了，但是这玩意儿，我大概能大致脑补出来他们到底造了个什么玩意，但这玩意说的实在是过于抽象。不知道啊，反正也没有，现在都没了。然是后的，现在都没有。经典感恩经典感恩啊，感恩环节来了啊，感恩环节来了，经典感恩啊，然后就还是修建筑，然后开始造修水池，还哇，在修好教像堂，他会还在修修教很堂，多还在修，次。他一直在修，啊，我，还到现在还在修教堂的，这后半段全都是修教堂。好了，终于了啊，我们终于走到教堂，我们又要来看一些鬼力怪神了啊。首先这个啊，这个罗斯人出现了啊，罗斯人出现了啊，罗斯人出现了啊。然后咚咚咚。经典圣经故事啊，我把这个福音书丢进火里面，火烧不坏啊，火烧不坏啊，对吧？啊，经典鬼力乱神啊，书我看我这书丢进你们都不坏，这都是神的力量啊，经典传销，操！然后他大儿子死了嘛，对吧？然后开始折磨他的利奥了，就利奥他的这个利奥六是跟他关系很不好，动不动就拳打脚踢，那可能就不他就是不死是校吗？他就不是巴西尔的儿子啊，关键在于这原因在于。对，那不奇怪。可能啊，不过最后还是把位置给他嘛。那开始钓鱼啊，钓鱼啊，经典就是这个骂名你来担啊，好名领导承担啊，就是把这个哦，等一感，下，前面那个螺丝人的那一段，是不是之后就接着螺丝受洗？不是，这我他看妈就是时瞎间编好的，像我不操，太。这纯粹就是他瞎编的啊，信都好不吧，要信，一个字都不要信，他瞎编的好吧，好吧，好吧。啊，这个人他老是移花接木，他我跟你说，包括那个当地历史语。达尼埃伊利斯女士都可能不是真的，可能是故意模仿亚历山大大帝啊，移花接木在这里，我操！我刚刚突然一想，好像两边时间能接得上。他时间，他跟他这篇整篇书就只有两个明确时间点，他故意的，他还说，哎呀，这个岁月模糊了我们的，我刚刚跳了一遍，还说什么岁月模糊了我们的记忆啊，我们不在这里追求细致的时间，反正就是他也没懒得整理了。我才几年了，他就怎么他就记不牢了？靠！这书其实还可能根本不是他写的，底下人写的，他署过名啊，领导经典啊，底下人写书，他署过名，皇帝领导署过名，经典史官记录，领导署名。对啊，然后又来大了，概又来只提了，了几个要又求。来了，又来了，经典项目啊，他要这个这军场地要吹捧他的爹啊，我爹这个太纯良了，太纯真了，被小人陷害了，被小人陷害，这不是皇上的错啊，
也不是黄爷爷的错，也不是父皇的错啊，都是这个小人离间挑拨。虽然说他爷爷差点把他爹给杀了啊。啊，你看这个话，你看这个话，又在这里说漂亮的话，你看啊，要求帝王熄灭他儿子眼中的光芒啊，这个，好，这个说的够艺术啊，又想挖眼睛了。哦，对了，巴夏一真的把自己一个儿子给阉了，当然那个儿子有可能就不是他亲生的，可能就是那个米哈伊尔3世的啊，不过这很正常，或者说我现在已经，东罗马皇帝这段时间贼喜欢阉割自己的儿子啊。私生子就是基本上就啊，是这阉的当时的宫廷伦理就是这个样子。啊，对，我说这个君坦丁七世就当时的宫廷的这个大太监是他表舅啊，他这我个去。是他的这个对舅舅啊，就是那个他爹的那个庶子，然后他那个教会的普世牧首啊，也是个宦官啊，也是他舅舅啊。那个佛提乌吗？不是，就另外一个人了，这是之前的哦，那另外一个。啊，对，佛提乌斯也是宦官啊，他曾经也是位皇子啊，也是被阉了，然后丢去那个修道院去了啊。你真聪明，老哥，你太聪明了，居然一眼就看出来了。哎，老哥，你还在不？我只是想酝酿一下，我刚才想说啊，句什么？然后你看啊，就老我看你做事情的经认典，真。鹦鹉说话，鹦鹉感动了皇帝啊，鹦鹉啊，经典鹦鹉说话。好了，说了半天话，好，他终于死了啊！这大概是打猎之后，这个死因可疑啊！打猎之后突然发高烧死的，可能又是被他儿子给坑了啊！可能又是被利奥给坑了。我们好的，希腊皇帝就是这么被活的给抓了下来，死了。是吧？那我结束了啊，结束了。希腊这个国就是啊，你觉得我能挑哪三件事作为这个故事呢？王。我还如果我做个觉得短篇的起话，事之前你至少得挑一个。我先挑一下年份，然后讲一下他的情感。然后呢？然后你中间，如果你要突出它，你要突出它什么特点？没什么，就是好玩，如果。没好玩就是好玩。临时做个3分3、3、5分钟短片，好玩吗？哦，那讲你他可以有讲趣他的是，一你些。可以讲他孔雀慈父。孔雀是吧？不太好，这个影响不太好，影响不太好。而且已经品鉴的够多了，我操，我们得品鉴点不一样的啊！老大哈哈多没意思啊！难怪那个大佬不愿意做这个视频，这个记录看得太无聊了。说老实话，其实没什么有意思，最有意思的地方。这个看着好像生态位都被别人占完了。对，但是他确实是非常重要的皇帝，就是巴西尔一世的话，他确实，你看他内政那外总不他可能内是他政大外清交军事徒。都点满了，内政外交哦，军那事他都确，点满了。唯独就是这个那他可这能个是他总，孙子写的这个记录太鬼畜了，对，主要写，是很多东西感觉写的像什么定番一样，我靠，对啊，就是他各这种么用一简写。装逼嘛，好装逼嘛，对吧？经典那不就是经典吗？宋禁书啊，史学性不行，文学性很好，史学性不行，那就是这样我们的。那个当时以前老师上课的时候骂那个禁书，我说这玩意写的那是一坨。对啊，你看这也是一坨，对不对？你看这还是皇帝亲自写的呢，我觉得这玩意可能还不如禁书。不，主要是什么？他这个资料很多没传下来。君坦丁其实写了好多好多书，但是传下来的不多啊。可恶的拉为丁什么传人，了这么多东西下来？可恶的拉丁人，很多都是抄一份存修道院里面，然后1000年后把它挖出来了，就这样，很多资料都没了，都被可恶的拉丁人一把火烧了。1204年嘛。好了，我们现在开始做视频。我找一下那个，我先把照片找出来。照片不行呐，网不行呐，我操，这个网好像弄不了。快点，视频加载出来，照片加载出来，快点。讲恐怖的，我先写个文案出来吧，先写个文案吧。好，你先写一个这个。等下，我看一下百度百科怎么锐评的，看一下。你要我开维基吗？维基早看完了，维基没什么料，维基还不如看我这个呢。维基很少资料，很少。而且维基写的那个也是出生年份，也是那个，也是811。后面补了一个830，你看后面补了一个，维基后面补了一个，应该我记得，哎，这网不行，网上图点我自己找，我先写文案吧，记。我直接把这个文案写这个工具后面好哒哒哒哒，了，我总感觉有些事，如果你要说的话，可能都不太可能是从这一本里面去找什么资料出来。还有另外还有好多本呢，你正儿八经看他履历，要看那本书吗？我收藏了那个专门讲他一生的那个书，那个关于他年份的辩论就是那本书里的，找到了，对，这本巴西尔1867年到1886年，这个马其顿王朝的开创者，这本书好老啊，这本书贼他妈逆天，我不知道他到底怎么想，他的字母之间的空格贼大，你看到没？啊，你看这个字儿，我操，
这个字根本就没办法用那个读别，你知道为什么？因为读别它这个这个字母空格那，我不知道什么反盗版措施，我操，反正你没办法搞，你看。这个打字机打的怎么感觉像？是打字机，老书啊，没有新版，你看这边这个样子。就这个，因为我有些论文，我当读的论文有些也是这种状态。哎，你帮我读吧，我英语不好，你帮我读一下，我看一下啊。对，看一眼。这个字儿，我看的说实话有点头疼。那19世纪不同的学者观念才讲得出来，姬发还能看懂，我就不是看不懂。差不多，后面这什么？这里有些观点，关于学者提出来的，直到这对。个雷斯基的这个评论，1754年，在这个《论遗世书》里面的这个《君士坦丁紫衣贵族君士坦丁的论遗世书》，这英语他老语序的道都操。这个，然后通过这个资料，米哈伊尔三世，共享了这皇有什帝的么莫权名其妙利。的空格？我老书嘛，直接上老书，根本就没有好好搞那个佛提乌斯。你看老书嘛，老书还得老书是人民使用拉丁语，你看没？他人民不是直接转写希腊语，他用拉丁语，你看没？老书这个习惯，现在来说直接就转写成希腊语了，不会用这个转写拉丁语了。我操，这段直接，我操，这段牛逼了，我操，你看这段牛逼了，直接没了。哎呦，烦死了！怎么还在没开始啊？到底从哪来了？这就后还面是 that 什么 was？我操，他在干嘛？他好像还在说这个资料是哪来的？我操！哦，对，今年开始辩论，就是有些人说，你看我们刚说巴西尔的祖先不是亚美尼亚人吗？所以有些人说是亚美尼亚人，然后这些在驳斥啊，你这完全是搞不懂祖籍跟那个本地人是哪，对不对？瞎说啊，瞎说！你们快点，别废话了！我操，他还在讨论这个问题。哦，主要他个字太大了，好，希腊语资料跳过，这我们不管。那字儿大了之后，你得翻好多页。哎，烦死了！我操！而且我看这，我也是很讨厌看这种字体。这种字体一看，我眼睛会啊，疼那的。伊格纳提就是那个被淹了的那个人，伊格纳提乌斯。那 vita 是生命的意思，这一则是生平事迹。vita 生命的意对，思。这个我知道，这个我能知道。对，这个就是生平事迹的意思了。因为那个有些意大利文的书其实也会这么写，什么对，vita 啥啥啥啥。这是意大，就那个希腊语说那个 Bible，就那个生物那个词怎么说来着？生物那个词儿，Biology，对，biology Bible 这个词就 Biology，是也是有生命的意思，就是它这只是生平事迹嘛。但读的是 well 是不是？是 well 开头对，的。那个希腊语，生物这个词是希腊语，这个拉丁语是 vita。嗯，他怎么还在你继续啊？我想，操！哎，你妹的！我操！还在讲，终于来了。坏消息，啊，这个现在论文没完，550页。他开始分析阿拉伯资料了，我操！你就不能最后写吗？你非要在开头写，你有病！我发现很多老作家喜欢把东西写开头了，亚美尼亚资料啊，你不能放最后吗？我现在你开头那个算拉是文丁资献料，综述，我怀疑。这什么 conclusion 总论？就亚美尼亚。不 conclusion 什么忘了总前言总论序论 conclusion 就结论结论是结吧？论。把东西屁话东西说完了，我操！来，我们重点来到这个第二章，早期的巴西尔，他的早期生活是什么？不清楚的，deciding，老哥是什么意思啊？Shortening，郑老师你来吧，郑老师你老来子呀，郑老师我不是发那个群里的吗？你来呀。，没有什么当代资料的遗存，我操，那就是不清楚。Shortening，大家注意啊，大家注意，不要讨论那个话题了，我操，你们不要讨论了，好吧？你们昨天晚上都讨论那个话题，这个话题讨论这么意义，别讨论了，我现在忙着呢，没时间管。停啊，大家停啊，不要像十佳那样啊，停！我靠，你们又在讨论混动话题，你说群里吗？群里停，忙着呢。哎，我们继续啊，什么？甚至我们他的不知道他的出生时间连日子都不知道，我们只知道他是什么，他出生在马其顿，然后什么 think his future in the emperor city，来到了帝国首都，他的儿子君对，坦丁七帝世国怎首么都去样？寻求他的，他是在这个色雷对，斯就是你说的，差不多是。色雷斯军区的阿德里安堡。这后面是什么？这 T 开头的，那个色雷斯，苏瑞斯，阿德里安堡，色雷斯。靠，我这希腊名字，我好像还在转写，我他看不明的白。家庭没有太多信息，他的父亲年龄丢了，但是我们看注解有啊。我怀疑他觉得可能这个东西不是特别能咬得定，所以他就没往这上面个什写。么？我怀疑。可以确信的是什么？Overlooked 什么意思？On purpose of the 他什么？他隐去了他祖父卑微的出身。然后什么？这个人建议他的名字，
可能见第九章二百四到四五，对，是不实际上是可以根据，因为他对，的，可以根据那个对，因为巴找西尔到。他的兄弟跟子侄都是有名字，可以根据那个规律推出来的。就他大儿子叫巴尔达，他第一个儿子叫瓦尔达斯，就希腊语中必读 V 嘛，瓦尔达斯，就他的父亲应该叫什么名字？然后他的母亲叫潘卡洛，这是什么什么？这什么的？他的具体出身遗失在了君士坦丁七世的文字资料中，还是什么论证循环？循环论证嘛，这个词，library circle 循环论证，应该是旧纸堆中。这只能说是一堆东西的，对，然就后是反正。他被抓走了，当时813年的时候抓走了皇帝，然后这什么是什么？A similar native is given by the entity，这什么？一段相似的什么？老哥，这什么意一思啊？段相似的叙事 narrative，一段相似叙事 given by 来 machine，自就来自一个就是反马其顿什么，反就马其顿者，不知 anti 道，我不知道这，machine。因为这个 anti 有钱的意思，他是弟弟还是说他是这个王朝的反对者？不知道。钱的话一般是直接 pro 吧，不直不，有接 anti 不是那 pro 个那个，free。对，有那个，比如说那个托卢斯山脉，金牛座山脉，就还有前金牛座山或者反金牛座山，就它那个山脉陡然是反过来的。他如果说是地名的话，那是另外两认说。为这什么？他认为他出生在这个 Who states that he was born 之间，然后这些人，in the region of 就在这两个地方，在面临这个两个人之间的话，这个日期似乎就好像都被接受了，但是，然而这个很多学者都接受了这一理论，就比如说这个，就你前面说那个非常沟槽的时间，是吧？对，然后那这几百年都没有人质疑，200年间没有人质疑。然后第一次的质疑出现在19世纪中期，这个帕拉是的，特第最一先次质质疑，疑，他认为这个出生年日应该是在这个826年。然后这个里希特尔在1856年也提出了建议，然后有人都分别提出了这么不建议，他们的观点都有一点不同。在1912年的时候，这个东方学家这个一个杰人出的东布方鲁克学家，这个斯，叫什么？布他鲁克开始斯，对这个问题感兴趣，他开始对这个问题感然兴趣，然后后那个他怎么说干嘛？他找了一下问题，然 discussion 后在这个基础之 in our 上，他的研究导向了这个年月日，应该是830年到835年上面这个上面。然后之后有人认为出生在829年，然后就是又是827年，反正就是围绕830年左右的变动嘛。然后然后接这下来可能就是这个不久之后，这个支持来自于这个870年开始的 for caps，白天是谁在？这个之后嗯，这个都不重要。库鲁朗抓了他们的主教走了，到保加利亚了嘛。尽管这些就是在他们的这个家乡，这个谁啊，什么多瑙河前线的主教马努埃尔，他的同僚们都怎么样，主教成烈士了，我操！对，然后对，来，关你来，这来了。通讯行经宝方面记载，巴希尔在他仍然是孩子的时候呢，Palace 的孩子嘛，Palace 我跟你说，他仍是个孩子，所以说他不太就是，如果是8/11出生的话，这个时候他应该已经25岁了，不太可能嘛。这个希腊字母好像，这个希腊语字母好像扫不出来，是不是？Pais，Pais，Pa，Pa，哦不，Pa，Pais，Pais，这全他妈手写的，我。对啊。然后对，估计打字打不出来。同样一个东西，同样一份这个基础资料，他怎么样？然后对，描述他在那个，他怎么他什么斯特拉伊里不管了。马其顿人他每年回自己的领土之后，他不老哥我不太认识，这你帮我解读一下。哪从哪开始？这俩，为了哦，就确认马其前顿，者，这个人马他。其顿什人么？他关注了他的第一个儿子瓦尔达，to dedicate 斯，his life to 是不是这样 nurture 吗？down the body to ensure the former 就这个人 entrusted the care of his people to his son fathers 就这个是他的，这应该是他的儿子，然后 proceeded to the Imperial City。等一会儿，我脑子他妈瘪了。就前面那个人名是啥？前面那个 K 开头那个是啥？科尔迪拉斯，
哎，八家不要，八家停了！你们他妈话题怎么越来越危险了？停了！不要搞恶臭论证啊！不要搞恶臭论证，求求了，别搞了，好吧？你注意一下日期，注意一下今天日期，求你了，你们疯了！啊，昨天晚上刚说今天要注意，然后你们今天早上一大早在这见证，我操！大家要保持沉默，知道吧？关键哎，是个保持沉默，就是谈点你东要东站的住事就阵行了。脚。好了，我们不管了，我们继续吧。郑老师，你帮我读啊，我这个字写太抽象了，我操！我现在因为也是翻译。我现在是在外头，即将回家，我还要吃饭呢。行，辛苦郑老师。那郑老师，我你没来事，继续您先吧。走吧，我先跟那个老哥什么名字啊？我操，老哥我又忘记你就名字忘了，CH，太长就了，你们直接叫CH。简单的我太长了，CH。啊，然后呢，又来了，这什么？他们不同意，然而通过军团金宝上面记载，他仍然是个孩子，就是说他到军团金宝中仍然是个孩子。他那个时候大概说，西蒙说他有25岁，我操，这个记录直接打架。对，就几个年龄之间开始那个，25岁的孩子，如果前后连起来，就变成笑死。那个词有少年但是。轻，有少年青年的意思还行。哦不，那个是青年。然后他来到军团金宝发生在856年到857年之间，他那个时候应该有25、6岁了。西蒙的描述，关于巴西尔的描述，在这个时候关于巴西尔的描述，但是他提及了他仍然是年轻的啊，并且当米哈尔介绍巴西尔给他的母亲塞奥多拉的时候，他被提及是一个阿古罗斯是一个年轻人。一个年轻人，喂喂，那不，你呀，哪呀你不？巴西利奥斯，他是一个年轻的巴西利奥斯。我是不是这句？八家立刻停啊！立刻停！我再说一遍，立刻停！你们疯了！你们继续啊！他的祖他父的马伊克提斯，那这里的"伊"是个那个上面有一个横的，他是单独读一个音节。就是独立，是独立读英音文，节，读是音相节。当于这但是这个他没有写这个，我查了，这个上面有"伊"，就是很多拉丁语专业都有这个问题。他本来你比如说那个马努埃尔和那个米哈埃尔，他那个 e 那个 e 他不读 i，他应该读就读 e，上面都是有一横的。差不多就到这了吧，差不多这样了。所以他刚说什么？大概就是说他是在那个，那、哦、我们开始写，我们开始写吧，我们怎么写？巴西，我们怎么写？我们想一下，我们写，你想一下。罗马人的帝王瓦西利奥斯，通常我们将其称为巴西尔巴西尔，一世，因为那个希腊语中那个 B 读 V 的音嘛，一这是个好像也到了那个俄语中好像对也俄是语这中，种，还有那个 D 读就自己 G，就带哎，那过个去了。D 的读 G 软化了，那个太软，那个是软掉，对，就 G 嘛，各种 G 嘛。但是我不想我看情况，就是我具体翻译的时候，我会具体看情况。就如果它是 DI 的话，我要读 G；但是如果是 DE 的话，我就是它那个实际上，比如说那个就那个名那德米特里这个名字，就是他在古典的话读那个。他在读古典的话读德米特里，然后在古典晚期的时候他还读迪米特里，然后到中古到包括到现在为止他还读季米特里了。季米特林那个，对，那个保加利亚那个季米特洛夫，对，但是那个塞尔维亚没有，塞尔维亚语可能是受拉丁语影响比较深，他的 D 还是发 G 的音，他就不发那个软化，但那个字其实不应该，也不能说完全发 G 吧，就是汉语发不了那个音，它是个就软对化的汉音。语那个音是对不上，主要是对不上那个东对不西。上，所以我后来我也没有强求，因为无论是因为那个音，你无论是翻译成 D 还是翻成当做 Z 还是读 G，你软化你都不对，它是软化，它都读出来。所以最后我目前来看的话，读我上现在的去状态就就过。是，它如果是 DI，我是翻成 G；如果还是 DE 的话，我就继续翻成 D，我这样处理的。对，很多翻译的时候你不能完全按照那个音译表来，不然那个名字会非常奇怪。就罗不马保持一人堆事儿。的帝王瓦西利奥斯。而我们通呃瓦西罗马瓦西老师，而我们通常而我们通常将其称为，因为我得控制那个字数大小，就是那个字幕我得控制住。罗马人的帝王瓦西利奥斯，我们通常将其称为巴西尔一世。今天很荣幸，我们今天通常将其怎么说？
罗马人的帝王瓦西利奥斯，我们通常乱七八糟小心是今天的特别节目的番外节目，将分享一些知识，将分享一些知识，聊聊他身上有意思的一些点，有意思的一些地方，一些地方，将。有意思的地方不已经有一些了。他那个地东西太多了，可算了，这个字母就不要句号，字母只要逗号。罗马人的或帝者直王接，瓦西利奥斯，今天我们通常今天的方块节目分享一些知识，聊聊他身上有意思的地方。这段话第一，巴西尔的出生年月日，出生日期。出生日期，这简直是个大乱斗。操，怎么回事？怎么？他怎么算不要第一了？我操！巴夏的出生日期，然后怎么写？算了，我决定不管巴夏了。巴夏，你们这个今天这个群啊，全是你们责任，我不想管你们，你们自己去办，看着办吧，我不管。哎，郑老师准备转移阵地，准备了。如果他们今天这个日，他们再聊出来，这个群估计要炸的。好的。没事，只是提前准备一下，可能也不炸，可能会炸，我也不知道怎么情况怎么发生。我们先读书，我不想管他们，随便。哎，既然这么聊，那去聊呗。行。以后准备转，如果他们今天把这个群聊炸的话，然后怎么说？你想老哥想怎么开头吧？然后我想想看，你可以先把现最在的通很多常资的那料，种现情在况，就是现在最常见的那种误解，先把现它说出来，然后实在拍之后再很说这两多个地方不资匹配的。料都会说巴西尔的出生在811年。巴西尔出生于811年，但是如果按照这个年份，但是如果按照这个说法的话，将会出现一些神奇的画面，比如他是哪年回国的？每年回国的他是836。巴塞利，比如他从保加利亚回到东罗马的时候，大概是在836年，大概是800。如果按照这个说法，那大概是在830，也就是也就是说，他是个25岁的孩子。说他是个25。说法，如果按照这个说法，并结合一些其他史料，将会出现一些神奇幻化的时候，大概是236年，也就是说那么就会出现一个，那么就会出现一个25岁的孩子。趴在别人的腿上吃零钱。我们现在吃苹果是什么苹果？现在是老哥，你还记？我们现在的苹果是美国进口的吧？你问到我了。差不多吧，就是以前，反正我记得我们的传统苹果是比较小的那种小苹果，就零钱嘛。然后日本人沿用了这个叫法，那就就零钱嘛。这是玩零梗，钱这是吧，玩那个那玩就那零个玩钱了那吧。个 homo 梗，玩了 homo 梗的。这个毕竟只是个梗，不用太过于认真。他得无所谓，反正是果子嘛，零斤钱。还有40多岁的年轻人，还有然后你还有那他个入那叫京，米哈伊尔是吧？他入他前往君士坦丁堡，大约是在856年。那么我们将看到，那么我们又将看到四十岁的年轻人，又将看到40岁的年轻人，45岁的年轻人，年轻然后你人甚至可以把"年轻人"那个词在后面注一下，打倒那更了，好玩。不，打倒了200多斤的200多斤保的加利亚大力士，保加利亚大理石，二大百力多斤的士。保加利亚大理石。
并在十年后带着一帮中老年人，大吼一声扑向，中老年人翻墙偷袭，二三十岁的皇帝翻墙偷袭20-30岁的米哈伊尔皇帝。就米哈伊尔也是个重量级，米哈也是重量级，他本他的来出生年份倒对的，他的年份倒没啥问他疯狂喝酒，喝喝喝喝喝，终于喝出问题了，喝到天怒人怨，我操！外号酒鬼。然后他还跟自己的妈和姐姐吵架，我操！你发现没？他跟他妈和姐，他早期是他妈摄政，他跟他姐姐一起登基的，就他姐姐就是那个他大姐塞克拉，两个人其实一起登基的，然后他那个头像就在那个钱币上。然后是他妈说的，对，然后后来就是那个他联系了他的舅舅瓦尔达斯，就那个凯撒大人，然后从他妈手里夺权。他舅舅还有点能，然后但是他后来他就跟他舅舅闹翻了，然后又去扶持巴西尔。然后被巴西亚给偷袭了。对，偷袭230米花，那这未免太魔幻了。以及感他觉结像婚都八可六以当六做年，精以神及病院。五六十岁之后，五六十岁还能生。啊，这个其实还五六十岁生五个孩子，其实还不算离谱。这个倒是不是特别的那个。以及五六十，还是写吧。以及五六十岁依旧生龙活虎，不仅能生五六个孩子，不止啊，他后面两个他起码3个儿子，3个女儿。哦不，他有女儿是早，他有五六个。你应该打开手机看他几个跟他第二任妻子生的，这个埃夫多基亚·英格有琳娜。几个跟他啊？我看一下，有3个第二任，他这里显示有3个，然后有一个是要60，可能这个得排除。我看一下，你直接说多吉亚多少孩子？六个嘛，能生五六个孩子的话，我们那个亚历那个被淹了的那个，基本上可以确定不是他儿子。利奥其实存疑，因为那个记载是。那个记载是对他有敌意的，因为你跟我刚刚不是看的那个记载上那个 anti Macedonia 吗？对。对，他是那个反对，所以他可能这个是污蔑，所以对，能生五六个孩子，不仅能生五个孩四子，五六不同，还能那确实在不同。河里当人柱，河里还能在幼发拉底河里当河庄，当人肉河庄，那个叫什么？那个叫河庄吗？桥墩当人，还能在幼发拉底河里当人肉桥墩，应这该未不。免太猛了。依旧生灵活，不仅能生五六个孩子，还能在幼发当人肉桥墩。我刚才以为他参加又发拉底和冬泳大赛了。那确实冬泳大赛啊，还是负重的，我操！所以河里的出生年份应该是831年左右，831年左右。第一部分写完了。那第二是什么？写他的感情史吗？互相扣戴绿帽子。互相戴绿帽子可以啊。如果其他东西觉得太定番了，那可以写这个，其实可以。不是，你是我先写富婆还是先写绿帽子是？你想按照时间顺序，还是只想按照那个哪个爆一点来？如果按照时间顺序，可能先富婆，可能。看八二怎么样了？哇，一下炒了99加，真牛批！群里怎么了他们？吵架呗，反正我觉得没不是特别有意思，这个话真没意思。我其实一般都没有什么特别有什么水群的力气的。我想一下啊，就我其实看就非得三个事四件个，够了，对，3个够了。第一个如出果生你年要份是问做题，个，第二一个年个代问题，其实从篇幅来说，这个时候观众是应该放松一点，还是应该刺激？你可能把他们吊起来，还是讲帽子问题吧。帽子吧，好吧，也可以。八小的绿帽子。的那什么孽缘情史是吧？可以，我不得不说，老哥，你这标题真好。是这样吗？这个有没有个词啊？孽缘情史有没有这个词啊？我操！就拜占庭金币上的这个人像，怎么一个比一个抽象啊？哎呀，很抽象，就是个风格，这个是抽象画风，你知道吗？就是要这个味儿，好吧？其实还不一定是因为水平不够了，水平不行了，没钱了。太难崩了，这个好像直到差不多16世纪，他们才具象一点。天！这不错啦，这还有更抽象的，人脸都看不清了。这个已经，这个你看的这个字还是金子做的，而不是什么
而不是什么其他乱七八糟的东西渡了曾经，有的时候渡都跟你不跟你渡了。啊，为拜占庭默哀一秒钟。哎，我查一下怎么形容人的复杂感情历史。复杂感情史。倒有孽情缘啊，有孽缘情史这个词，行吧，就这样吧。啊，众所周知，巴西尔第二任妻子，巴西尔的皇后。后啊我这里应该用什么？我这里应该用他的什么人名比较好？我人名翻译是用什么好？还是按照希腊语吧。埃夫多基亚，多基亚是米哈伊尔三世的，有没有什么情人的好听说啊？潮一点的。情人。来点有梗的，你总不能给个三儿吧？那种不太行吧？有没有好听的说法？好听点的，我想过学霸呢，算了，这词不太好。跟你这有点太那啥。啊，情人，什么开放式关系啊？算了，我郑老师你来了没？你想想可汗会怎么说？可汗会怎么说？你想一下可汗会怎么说？什么可汗会怎么说？我说小约翰可汗怎么形容这种不正当男女关系？他会怎么说？让我想想啊，哎，我脑子荡了。我能想到开放式关系，但是负距哦，这负距离接触，负距离接触、啊、怎么样？六啊，这样就好了，哇，是米哈游负距离接触的对象，好。咱们的老八可谓是放，当初硬塞给老八的，为此皇帝，小米还让。众所周知，巴西尔的皇后埃夫多基亚是米哈伊尔三世的负距离接触对象。当初硬塞给老八的，为此小让还让其原配，还让。为什么米哈伊尔就不是老米了？你小啊。哦呀，对。为此，小米还让老八媳妇玛利亚回了老家。不过，他可能是心怀愧疚，心怀愧疚，于是把他的姐姐，曾经是女帝的赛克拉介绍给老八，这下两人，我这有个很恶俗的梗，这下两人是双重兄弟了。天哪！双重兄弟之后，更骚的是，嫉妒你的才华，我操！更骚的是，小米收养了老八，你管我叫爹，我管你叫哥。对，你管我叫我管你叫哥，你管我叫爸，你管我叫哥，我管你叫爸，你管我叫爸，叫爸。咱俩各论各的。咱俩各论各的。啊，第三部叫什么？巴西尔的什么命中贵人？第三部分。第八命中贵人，等一下，你想说是谁？那帮人，他的第一任主人跟那个富婆。哦，巴西尔一生当中有许多贵人，许多位贵人，其中最值得讲的分别是他的主子，他的
有什么对主人的好听称呼吗？主人的好听的称呼，我只记得以前有什么叫主公啊，什么什么的。他的第一任，哎，这叫主人吧？听着有 SM 的味道。操，他的第一任主人，第一任主公那个太正经了，只能说啊，我说主公那个说法，只能说好像太正经了。他的第一任主人，那个叫什么？萨尔菲利奇斯，此人看中了巴西尔的魁梧的身材，哇，身材高大威猛，以及年轻俊美的脸庞。天，于是将其收为亲信。哦，顺带即收为亲信。顺带一提，此人外号爱少年者。可以再打个双字幕括号恋童癖。当然这是好听的翻译。那难听的嘛，那么 minor attracted person 的省略号，那难听的嘛，反正非常的 Michael。 还在够。反正非常的 Michael。 另一位故人其中值得讲的有两位，首先是他的第一任主人，其次则是超级大富婆达尼·伊利斯。他这个名字其实可以翻译为丹尼利斯。风暴降生什么什么，我操，那一看我记不了。你可以翻译为丹尼利斯啊，这下其实还可以。这位大姐出手非常阔绰，一路打钱。打钱打到老八的便宜儿子利奥手上登基，可见老八的外貌，或者可以一路暴心币报道这现在是何等不凡。小白脸一般会怎么说来着？有什么小白脸是何等不凡，真可谓是其一生啊，这我很喜欢轻小说，真可谓是小白脸的理想生活。那个空的那个盒子就是咱们吃那个绿豆饼盒子，我明天就要用，记住一下。哦，郑老师这是聊死。轻小说我老是会想到亚萨西。你可以看那个小说嘛，叫小白脸的理想生活。哦，小白脸那个小说我蛮看的，更新蛮慢，那个作者是个医生兼职写的。真可谓是小白脸的理想生活，那挺好，那刚好能男能女，能可谓是老贺的能男能女，相貌十分英俊，能男能女，相貌十分英俊。我少则五本，多则十本。相貌十分英俊，我郑老师先管一下。我看一下我的那个聊天，我郑老师稍微声音先关一下，好像我郑老师声音关了。啊，真可谓是哈。那么本期节目到，那么本次番外到此结束了，谢谢大家。嗯，你是打算做了一个五分钟之内的视频吗？这是吧？我们先看一下多长时间，我们把这个喂给 AI 可以先做个大概出来。哦，我还从来没用过那种毒的 AI， 我用 B 站自己的 AI 做，看一下。哦。AI 这个逼上自己的 AI 非常非常垃圾，我还是用抖音的吧。那 AI 会不会很疼啊？我靠，逼上那个。逼上 AI，逼上不行，逼上做视频这个软件不行，逼上自己也放弃了。啊，这有猫猫秘密。啊，干脆有我干脆用猫秘密做一个那个视频，做一个巴西尔医生的视频吧。我们先用 AI 看一下我这边稿子录了多长时间，然后我再给那位大佬看他怎么样。B 站还是不行，我操，什么垃圾玩意儿，他这个没办法用 AI 做的垃圾，还是用抖音的。今天是很早，
没有，是 B 站啊， B 站滚呐， B 站 out。 哎，我们先等吧，我各位该走了，看一下我11:20的车票。我从这边赶到火车站要一个半小时，我9:20之前我就要走，我也该准备出发了。现在已经8:30了，相当于是吧。嗯，看多长时间，因为我中途还吃个饭呢。天，等我这个测试一半，今天就下来，等一下把录播上传。600多字差不多吧。创作小本是这个吗？我去武汉站看一下多少时间。我还是不会啊。1小时11分钟，一个小时中途耽搁点时间，我就用20时应该出发。我卡住了，我操。对 AI 嘛，我试一下。哎，网好卡也不知道怎么事，我操。哇，什么废物这么卡，垃圾，给我走开。去你丫的，什么三轮大会员又来给我推广告，人该死。投人可还行，看弹幕。我不想进人，我不喜欢进人，好吧，就这样。什么都是广告来了，我下个抖音的软件一堆广告来了，你愿意的。哦，我手机上都没有抖音。我老师强迫我下了一个，我操。那还不是因为他非要完成任务要看什么视频，有病，我操。啊，怎么现在还会有这种事？对啊，就是跟你什么青年大学习一样，抖音我关注什么什么团委省委，然后哎，我觉得真无聊，我操。我本科那会儿还没这种事。摸着文本怎么搞啊？我怎么录入啊？我操！我输入文字应该可以自动给我那个，哦，那要上一个，啊，我还用 B 站的，搞了半天还得回到 B 站那个，去你丫的！搞了半天还得用 B 站那个，我操！啊，我还在我电脑上下一个吧。天，几度啊现在？哎呀，烦死了！B 站这个电脑这么麻烦，算了，我等下自己下去之后我自己用吧，今天到直播结束吧，就这样的。我不让我自己用手机是，我操，这电脑好不方便。行了，今天直播结束了，老哥可以下了。张老师，好好，再见再见，辛苦辛苦。晚上可能再见，晚上可能会再见的，先挂。好，晚上我可能就不在了，我可能今天得写论文了。这样就行，祝各位有愉快的一天，再见。今天直播就结束了，今天早上直播这场临时直播就结束了，行，挂。今天什么大什么早上播没什么，早上我做任务，我做事儿，没什么。我记得昨天晚上没睡，昨天晚上一天都忙呢，没睡。早上起来没什么事干，我等一下回去上学了。早上先给大家播一下，我正好有事要干，就这样，挂了。